甜美又带着小性感，被封为地表最正啦啦队女孩 Yuri 发了全新单曲。有没有被捕捉到呢？ Yuri 斜杠从乐天女孩转战唱跳歌手，首次发单曲就挑战全新风格，但是事业上升期的她前阵子却被爆出疑似跟千亿鞋业的小开热恋，记者会上被问到火速澄清。我票要不要拿起来看一下？因为我们球队是结婚了之后就必须离队的，我荧幕前跟荧幕下都是单身。强跳真的只是好朋友啦， Yuri 也希望大家放过素人，别再问。我还是会觉得有点抱歉，因为自己的关系，然后让他们的就是生活也就是比较被打扰的感觉。但是有保留发展空间的可能吗？未来事情不知道嘛，但是现在就是我还是想要以我的工作为主。单身两年半，现在要继续拼事业，当然也会被关心明年是否要继续待在乐天。明年的事情我们还在就是讨论跟规划中。所以明年有可能不会继续待乐天。因为我还是很喜欢就是啦啦队这份工作，在球场上发光发热 ，Yuri 也要追逐自己的梦想，工作满满，也希望粉丝能够一路陪伴。TVBS 新闻庄全周一峰、刘文台北采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